你的笑。各位早安，你们知道我要去哪吗？怎么可能知道？我昨天就突然间非常想要吃我之前最新刚发现那家 bakery 的面包，就是在 Carmel 那一家，然后我就觉得我今天不管怎么样我就是一定要去要买到那个面包，所以我现在他们早上七点开门，现在七点多，我认真刚起床而已。可是我就是想要现在马上去买，然后希望那边人比较不会那么多。其实上次去人也没有到很多啦，但是因为 Carmel 那边车子比较难停，比较早难找停车位，所以我现在就是要出发去买那个 bakery， 然后买到的时候再跟你们讲。我买到了，我买了四个，我等一下再给你们看我买了什么。我刚刚要跟大家讲的是，我车停的比较远，因为我忘记这个礼拜是 Car Week， 就是我们家这边它一年应该是一年一度吧，会有这种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就是很多人就会开他们的超级名贵的车到这边来，然后算是一个秀嘛，大家就会集合在这里，然后当然也有一些比如说很贵的，就是这种超级贵的跑车的牌子，他也会来这边买，然后你就可以做竞标，有一些是那种很旧的然后你可以买，然后有一些是新款的就不一定。哦，我现在超容易喘的，反正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啦，然后所以每年到这个时候他们就会封街，然后你就会看到真的你从来没有看过的厉害的车全部都在我们家这边，所以他刚刚很多路都封起来，所以我要停得比较远然后走过去。哦，好喘啊。好，我现在先开车回家，等一下给你们看我买了什么。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买了什么，你们看是不是很美？然后你看连这个 biscuit 看起来都超好吃，我是一个非常爱 biscuit 的人，希望它是那种很奶油很 buttery 的那一种。你们看，哇，这个横切面也太美了吧。Don't tease them， 真的很好吃哦。Just say don't tease them。 给大家看我现在要吃这个 raspberry croffin， 它是马粪加上可颂的综合体，你看，而且它里面的这个 custard 真的超级无敌好吃。真的很好吃耶。如果你没有去这家面包店一定要点这个，而且我觉得它的外面那个可颂的部分是很酥的，就是我喜欢很酥的可颂，然后我觉得它里面那个卡士达酱它是用真的香草，因为你还看得到香草籽，就是有黑黑的一点一点的感觉，是他们自己做的，因为我婆婆也会自己做这种香草酱，然后也是长这样。早安各位，我们现在要出去吃午餐，我老公刚刚想要把那个宝宝的 dresser， 应该不是说想要，就是他刚刚把 dresser 的盒子打开了，然后把里面的那个零件就是配件全部拿出来，然后光是把东西全部拿出来他就已经觉得受够了，因为有超多超多超多就是小零件那些的，所以他就说我们去吃个午餐吧，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出去吃午餐，然后顺便因为他要把他的旧电脑拿去 Apple， 就是他要算是 trade in 这样，所以要我们就要顺便去做这件事情，然后顺便吃午餐。偷偷给大家看
我老公在煮衣柜，他说他在 he's having fun， 好玩啊。对，他说好好玩，对对对，我刚突然间想不到中文要怎么讲。他说大概有200个零件，然后300吧，然后他说有一些零件还标，他不是会有上面会有号码嘛，然后还会标错，就是比如说12号，可是没有12号之类的，反正对。这衣服我只有带到12号的，所以是你的问题。但是还有一个真的是错了。煮完了，哈啦，谢谢老公，哎，宝宝也谢谢你。你觉得现在你的那个生气的指数是多少 ？On a scale 1 to 10，1分。我很放松，很轻松吗？那你要比一个 victory 的姿势，耶！我今天中午跟婆婆来机场的餐厅吃饭，然后我其实没有在我们家这边的机场的餐厅吃过饭，然后婆婆说这边的餐厅很好吃，所以没有想过机场会有好吃的东西，等一下拍给你们看。然后风景很漂亮，可是我不知道东西好不好吃。但我刚刚看隔壁桌的人上菜的东西看起来很好吃。你们看 ，Look at this. This is huge. My goodness. 我点那个 calamari steak 三明治，还有洋葱圈。So cute. They're huge too. Look at that. So crazy. Oh.我跟婆婆现在来 Home Goods， 然后你看他们已经开始有 Halloween 的装饰，然后我超爱南瓜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他们长得很可爱，还有好多颜色。那你看这边还有 ，I saw that Pottery Barns. They come up with like the crochet kind of pumpkin. It's so cute. I should try to make one.They look really fluffy. Aaron Kai. 看这个是透明的，好美哦！我真觉得 Home Goods 就是废物集中营，买了没什么用的东西，可是很可爱。好可爱哦！看到还有粉红色的。Oh my god, so much cute stuff. Oh, that's so cute. Little pumpkins. I need this. This is coming home with us. There's a smaller one. It's cute. He's coming home with us. I love this plate. This is cute.So cute. That's cute. Oh, that's so cute. Do you want it? No. You're like, no. Matthew will not be happy if you don't wear the pumpkin. Yeah, totally. Yes. No. Oh, this is cute. This box is cute. Look at all the art. This is so cute.
你们看，这是装柳橙汁的，好荒谬哦，而且好大。你们看啦、啊，这就是我的，很软呢、欸。I don't blame you. That looks amazing. 妈妈，我要这个，超软，你看跟我的指甲多配。你们看，我们看到这个宝宝的小小小叫什么、啊、鞋子 ？Which ones? Pumpkins or ghosts? Just cats. Those are kitties. Pumpkins. Pumpkins. Yeah. Okay. That's so cute. They're so cute. Hello， 各位，我今天要去一个我期待已久的地方。讲地方嘛，就是我们家这边有一个一年一度的，我不知道中文要怎么翻，翻市集吗？可是因为翻市集又很像，怕你们想象成是 farmers market 那种市集，可是它比较像是一个游乐会。园游会，我其实不知道怎么讲，就它会有那些像电影里面演的、啊，它会有小小的云霄飞车啊，一些你知道游戏啊那之类，然后你可以玩游戏赢那些填充娃娃，就是 stuff animal 那些有的没的，会有些小游戏啊，有一些游乐设施啊，然后有吃的，这样就是一个 county fair。然后我期待非常久，我还没有去过，我觉得看起来非常的可爱。然后我老公一直跟我说，他觉得我会非常失望，因为毕竟你要大家记得，我们家这边就是一个很小的城镇，它不是一个大城市。当然，今天如果大城市，它可能可以把这个 fair 办得非常的大，就是很 house 很盛大这种感觉。可是因为毕竟我们家这边就是很小，所以其实你说能办多大是不可能多大。可是我就是非常热爱这种东西的人，我不知道，虽然说我其实也没有在爱玩那些游戏，我也没有想要赢那些玩具，但就是我就是觉得这个场合跟这个样子看起来就是感觉很可爱，所以我期待非常久，而且我已经讲超久，我就一直讲说我很想去，我老公跟我婆婆他们都觉得我很好笑，他们觉得就有什么好期待，就是你要想他们从小，因为他我老公就在这边长大，他可能从小去了无数次，他觉得非常的无聊，可能就跟台北我不知道，你可以讲说去儿童乐园什么之类的，你会觉得说哦，有什么好期待成这样？大概可能就是这种感觉吧。反正就是我今天要去的地方，然后我非常的期待。然后我想给你们看一下我的现在的肚子。你们看这支影片的时候，我现在是34周，所以快要9个月了，还没有，但就是34周。给你们看一下我的肚子，因为很多人一直说我的脸看起来，就是很不像怀孕的样子，就很多人都觉得我是不是请代理孕母之类的，但我真的没有请代理孕母，库里好好的在这里好吗？其实我觉得我肚子很大，就是这一两个月，应该说这一个月啦，真的大非常多，现在是已经你本人看到我是藏不了肚的那种，因为之前在外面走，其实很多时候除非我穿的比较紧身一点，不然其实我觉得路人应该看不出来我怀孕，然后也知道这个月初的时候，然后我邻居，因为之前我邻居完全没有人会发现，就这其实应该想说我们也很少遇到我邻居啦。然后之前是这个月初的时候，有一次我走在就是跟我老公要去超市吧，还是去散步，我忘记了，反正就是走出去，然后遇到我们家旁边的邻居，然后他突然间一个老太太。然后他这样看着我，然后他这样歪头，因为我觉得他可能不太确定是真的嘛，因为他你知道有时候你这样讲，你以为别人怀孕就人家可能只是胖或是生病之类的，其实这是一个蛮 risky 的一个话题啦，你除非你真的100%就是确定他就是怀孕，像我其实也不太敢问人家，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人家状况是什么，你就不要人家是没有怀孕，这样就蛮尴尬的。反正他就是歪着头看着我，想说你是，然后我就说对，我说对是怀孕，然后他整个就是欣喜若这样，因为她就是一个比较年纪比较稍长的一位女士，然后她就说他们家已经很久没有小朋友了，因为她好像孙子孙女都已经蛮大了，上可能国高中之类的，所以她就说他们家已经很久没有宝宝了，然后她就很期待，她就是可能跟我婆婆差不多，当然没有，她没有哭，但我也是她的那种期待值是跟我婆婆差不多程度的，然后她就在我们家巷口，然后因为她老公在外面浇花，然后就对她老公大喊说：“他们怀孕了，他们要生小孩了。”然后我就觉得，什么不要这么大声？你要不要去里长那个办公室广播一下？
然后她老公就有点无奈，就是觉得说啊，我老婆就是这样这样，然后就跟我们挥个手，然后就说恭喜。我就说我知道。然后我的那个邻居老太太就想说，她说你一定要把宝宝就是 pass the baby， 就是我们可以都可以帮忙照顾她。然后我老公就开玩笑讲说，他觉得就是可能轮不到他们，因为我婆婆可能会先把宝宝抢走。反正这不是重点，重点就是我这个月开始的肚子已经真的就是藏不住了。你只要本人看到我，你就一定很明显会知道我就是怀孕。虽然说可能我不知道脸看不出来嘛，但没有请代理孕母好吗？真的就是我本人怀孕。等一下去那个 fair， 我再拍给你们看。我真的非常的期待。虽然说我老公一直说我会失望，但我不管，我还是很期待。我们进来了，看一下地图吧。我老公说这种画脸的摊贩也是每一个 fair 一定都会有的。他刚刚问我要不要画，我说我不要。你小时候有画吗？有。我吧。我感觉晚上会更可爱，可是我不想要晚上来，因为会更多人。好可爱哦，这就跟电影里面一样。好想骑哦，好可爱。 Oh, that one's going a little fast. 来来来，骑。Hold the hole and then hold it there. No, just hold it there. Come on, you can do it. Look at that one. All right, Princess, ready for it.这个也很可爱啊。我跟你们说，我其实每个都想做，但是我每个都不能做，因为我怀孕。然后原本有 Costco 在卖，整个连门票都包的$61两个人，你就是所有的 rides 还有门票你都有。可是因为我就是不能做，所以我没有买，不然好可惜哦。你看那个 Slush Puppies。我真的觉得很可爱，这跟我想象中一模一样。你看，好多没有用的可爱东西。然后你看，这是斯乐冰，有很多口味哦。然后你看，更多美国的垃圾。It's true 的。这边也有食物。看，还有 baked potato, fish and chips. 好厉害哦！Fun for the fans and family right here. Cool. Little friendly competition. Come on in and join in on the fun. 老公，我要这一支。我老公说他高中的时候玩这个。我老公说他高中的时候，就是你是青少年的时候来这边很酷，这是一个很酷的聚集的地方。
然后你就是要带你喜欢的女生一起来玩，然后她想要什么玩具你就要送给她，对不对？对。那你那时候带几个女生来？没有。我老实说，我觉得这边的每一个游乐设施啊，都给我一种绝命终结站的 vibe， 感觉都很不可靠。你看，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在他们一个室内的展场里面，然后它里面展览的东西就是他们每年这个活动还会办一些比赛，就是比如说有 baking 的比赛，或者是织什么的画画的比赛之类的。然后我不知道到底评审是谁，但反正他们就会去评说谁是第一名、第二名。然后像 baking， 他这边就有放出很多哦。然后我还要先讲一点是，他们这边给奖给的很大方，因为这边的小镇很小，所以还要鼓励大家来参赛，所以他们会有很多第一名。不是只有一个，然后我拍给你们看，我真的觉得我婆婆她真的应该要来比赛，因为她做的东西比这边美100倍，可是她从来都没有参赛过，因为你知道我婆婆就是一个就是不 care 这一切的人，她没有想要跟别人比。可是你们真的，你们自己评评理，你们看看这些东西，你看这个第一名，不要笑他，OK OK， sorry，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看这看起来很悲伤哎。没有，你看，应该好好吃啊！就你看这个，这个第二名，你想想看，婆婆做的甜点，然后你再看看，你再看看这边，你看那边，这个再看这个，第二名。那你看他们的年纪啊？看到他上面写年纪吗？对，这个人37岁啊。你看这个67岁，因为他比较老，所以他得第一名。还有这个人12岁做的，这是什么 fudge brownie？ Yeah. 我真的觉得婆婆应该要来参加。然后他们还有这一间，全部都是在卖他们 local 自己产的生菜跟水果之类的东西。其实我觉得这样很好。你看，它真的看起来很漂亮。对啊。他们都是很健康的生菜水果。所以这些就是可以买的，可以买回家的。你看这是第一名的，这是什么菜 ?Lettuce? 生菜吧。什么菜啊？Lettuce, yeah。你看超美的。真的不愧是第一名哎，长得很漂亮哎。然后你看，真的很漂亮哎 ，I'm impressed。这些比刚刚那个 bakery 还要厉害，你看很漂亮，看起来超像假的。哇、看起来超好吃的，你看那叶子好软的感觉哦。第一名的 broccoli， 第二名的 broccoli， 你知道什么区别吗？第一名跟第二名的 broccoli， 你们觉得差在哪里？我们现在要回家了，然后我刚刚沿路这样走，就看到很多年轻的小情侣很兴奋，这样要进去里面，然后我就突然跟我老公说，我觉得好老哦，就我觉得他们真的好小，他们可能国高中生这种。就我们后来，我原本有想说要不要买东西吃，可是因为里面的东西就是比较垃圾那种，就是油炸的啊之类的，所以我就觉得我没有到那么饿，然后也不是很想吃那些东西，想说算了，因为我们家很近，回家就好，回家就吃，没办法，孕妇需要休息，还需要水，那我觉得很酷，我不会失望哎、欸，我老公一直说我会失望，但其实我他没有，应该是说我原本以为他会更小，结果他其实也没有那么小。然后里面的东西跟我想象中的还蛮像的，就是跟大家电影里面看到的真的就是很像，就那些游乐设施啊，云霄飞车啊，然后还有小摩天轮啊那些之类的，我觉得很可爱。
然后他们还有，其实还有一些秀啦，比如说像是，好黑哦，比如说像是那个 rodeo show， 或者是他们有赛猪，就是小猪会跑步比赛的那种。可是因为我们不想等，因为那个猪的比赛要等到6:30，反正就是它不是每一个小时都有，因为猪也需要休息，所以我们就没有等。所以它不只有那些东西，就它还有一些小小的秀这样。然后我觉得很可爱。哦 ，Finny 也是大动特动哎。呀、yeah,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回家。